美都纪念客家话上韵语言专家顾国顺教授。台中市客委会今年候选研讨会是用顾教授的候选论文三期出圈，语言基本文化韩国创新的文创也要做主题，总共是许多的二十二篇相关的候选研究。今天在青年大学发表十八篇论文，特别来办候选论坛，同时也发表的台中市政府前推出的两条太普强的客家新国话，强款的一讲韩国一讲讲二二三，希望搭帮候选探讨的方式来传扬客家文化。由卡斯音乐创作家邱良庆创作的《月光光二二三》，以温柔的曲调用太普强传达，唔惊以前辛苦，影响未来的正向能量。除非讲啊，个太普强系歌曲合少啦，所以系亲爱女爱上办法吧，应该用办来做一条系洗脑、擦洗脑嘅歌曲，个可能系爱专唱。也是台中市政府客委会为了推广客家文化，今年发表的成果。同时为了纪念客家学者顾国顺教授对客家语言文化传承的贡献，特别用学术论坛的方式发扬彩体客家。顾先生佮对俺客家嘅贡献非常嘅大，对咱个客家嘅音标、客家嘅汉字语言嘅书写系统贡献非常嘅大。希望在这个典范之下，俺是得继续。大家合作，大家团结，接下来为客家的文化传承来打拼，来努力。其实还蛮感动的，就是当时有这么多就是客家的老先生，他愿意为地方扎根，然后呢，就是经营了当地的，在教育部普及的时代，然后经营当地的这些客家文化的一些传承。一摆论坛总共有二十二篇学术论文，此每对日当中挑选十八篇论文发表。地方学者也希望未来是得持续办理，透过探讨地方客家各种面向，分行客当然了解客家。客家生活用热闹台中报道。